哇，都是各种姿势，各种姿势。拍照还挺轻的，刚才是还动的，不是他，他一变广角就是这还不是 iPhone， 这手机是漂亮，比 iPhone 也漂亮，没有 home button 的，这些都是电子按键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屏幕这个是华为的，好像很漂亮，应该是你的那个 upload 到哪个频道去啊？他自己有个频道，叫什么名字？他上次有发吗？我好像发过没有？你肯定有，我上次刚刚让你去。相机还不错，很轻，对呀，相当轻，基本上，基本上手机里最好，很漂亮，华为的，找不到了，找到吗？有的，他有的，他以前在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们都不关注那名字，没人看的，我看了只是一两次，海平九八七可以，80岁以后才来看，对吧？就在看啥？希望 YouTube 还在。YouTube 找到了。嗯，你这个这个，完了我就给你讲，不用给你，从这边给你，他电话也给你。14号是什么时候？刚刚，今天刚 upload 了。14号啊，那很久了。我不久，因为我好久没有 upload 了，28号。会长不勤劳啊！我今天刚刚好，我 subscribe 你。没有，他这种没有，你每天他一天只能10个。刚才你跟他打那个是中国人还是本地人？中国人。对啊，我就看他那个不像是本地人。对，跟他讲话一样，跟他讲话一样，中国人吧，中国人，全是中国人，小孩。那个这个，他那个晚，我那边2点钟开到2点钟，这里啊，这么变态，价格一样的。哎呦，那后面肯定没人打了嘛。11点，所以他开就开灯，有人打就挣钱了，反正无所谓嘛，跟他成本一样，一点电费啊。他们没有，他有个人在看着，他会关灯的。有人打到2点，有啊，真有。
做早班的。那马，你马的马的有好多早班。哇！哎呀，今天打没什么干劲，我都有点不想打了。怕啊？今天打球没干劲。这个星期辞岁，马上又要去。你打的太多了。不是不是，半夜开会，今天打两次了，你说？还有一次今天一次。两次了呀？对啊。我以为你。没有。在我手痛打了一场，这个星期上个星期打的。会长，我可以拿刚才那个 video 上一个啊，上一个，可以现在把它关，然后再可以啊。你等着看完再上吧，你用习惯了。你随便玩。有这么急吗？等一下我要上场了。啊？因为他如果来很多个，我搞不清哪个是我想要的。哦，没有了，等他上了你再看吧，不一样的，你又不急着看。你是要急着看？我要急着上去打球。你急着上去打球，跟你又不是急着看。少拍一个没问题的嘛。